Hello， 各位，我是小西，我的新手监管日记又来啦。这边开局一样，先来连个电机，看一下哪台有进度，再去找人好了。很好，都没动，敌不动我不动是吧？最近把天赋改张狂还不错，可以确保不会太晚拿到飞天遁地球啊。走，我们来去小教堂，第一招鬼点。有啦，是画家，画家超烦的，不是很想追啊，而且他还没摸电机，没印记。希望不是太强的画家啦。很好，开局第八没中。这画家是真的会啊，一直拐不给我上电啊。嘿嘿，有啦，给你蓝电，我们打个针对。这里追错脚印，祭司拍谁哦？是要换抓你啦。很好，打不到人还打掉洞，距离完美的被打开啦。跑来贴脸的灰熊钢侠，让我早点开一阶啊。这边我要说一下，隐士真的超容易帮人家解动作的，他只是放个板，我电到马上消除动作。嘿嘿，这几天古电有准吧。哎呀，想套路我，那我穿过去砸板是吧？先帮你上红电，让伤害溢出给队友。嘿嘿，直接过板没找到，调香哭哭。要是晚个半秒，不知道能不能打个正折啊？算了，没差，有溢出给队友都是赚的、啊。走，美女，我们去找椅子喽。这里不想手撕了，来打个渣男流吧。兽石吧，小木屋破一哥。哎呀，这半地手歪了，手歪了。没关系，这发电我能中。嘿嘿，看吧。同样的点，上次没射中画家，这次一定准的、啊。来喽，飞起来，中。可恶，又没地下室了，超衰体质啊！抓人一定没有地下室。玩求生队友胜率低，玩监管求生胜率超高。有谁这么衰的吗？一起来分享一下吧。这里大家都残血，我来关个电，我让你们分担。然后也可以更好分析，哪台电机有人修，不会被连着修误导。好了，勇敢的画家来了，想给我看画，躺下吧。好爽，可以挂两个。祭司刚不好状态，应该也要过来了。画家先挂再说，这家伙没过半不过半的问题啊。调香过半了。祭司果然来了，过半秒救吗？哎呀，还真的。可怜调香，我们这边先去下一局咯。活命打掉了还放板，浪费呀、啊！画家有痔疮，不想坐他椅子啊？好好好，我们回去做原本的。嘿，骗你的，带你去做有痔疮的椅子，热乎乎哟。小香，拜。哎呀，现在在我面前摸摸，送你微发电，电到画家没电到第十，可惜。没关系，我还有飞天球。你这杯电还是喝醉啊？不准放洞啊！好，很好，又没打到人，打掉洞，祭司又成功拉开距离啊！你这慢半拍的隐士啊！这边我要关电打针对了。预判，这是预判。
哇，你是这么帅的吗？老板别跑，我要付钱啊！可恶，差一滴滴，不过距离拉回了，还行。中。这也是预判啊，预判啊！不太好推，等一下让你们修慢一点好了。哎呀，被扭掉！可以飞天啦！哎，玛卡好，又差一点点。这石头好美啊，多个蓝圈更美啦。好，最后一幅画。晕到了，结果在对面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拉近距离。这手短了一次啊！好啊，乱射了，没心态啦。明黄布，你就不要过窗，敲死你！我敲死你！中了吧，失败中学经验，还跑了大一场，赚翻啦！你跑啊你，你跑不远啦！上个蓝色，让祭司接你伤害。短板博弈是吧？敲啊！木板拍谁？中，舒服，其实也残血啦。让我看谁还能来救。没在动，应该在补状态了。取消电，确认一下看有没有摇。哎呀，还敢修？受死吧！很好，穿大门我还不敲死你。看到尸体来去捡尸喽！Hello， 周叔你好。连一下，看祭司还敢修吗？这么勇敢的吗？不电，卡你！再电，再卡！最后一把，拜托过半啦、啊！可恶，这球没太久，还被电下来。你这勇敢咒术不跑远，还在这皮，给你铜电，两个一起倒吧。双刀。
会扭吗？不会。再来，中。这么好的吗？感恩两位，谢谢你们让我影视第一次拿到试抓、啊。我是小西，喜欢的话订阅一下，几乎每天都会直播，直播的时候欢迎一起来玩哦。